我要的东西呢？那地方别的没有，就是口红挺全，红、大红、深红、紫红、血红，齐了。这不都是一个色吗？嗯，哦对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你要的那个 CC 刷，然后这个是俏俏要的77刷，谢谢。这还有这个妊娠纹霜是谁的？啊，我啊，哎，哥的，我给他收好。没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没了。我啥意思啊？啊，到我就没了，为啥呀？他要东西了吗？没，不记得了。我跟你说了吗？纯植物的指甲油，我把店名都告诉你了。妈呀！啊，对，就是那家店，还有我要的那个 XO 酱面膜膏。等会儿，你要那是四样东西 ，XO 酱、面膜膏，对吧？你这四样东西放一起，它也不好吃啊。这是一样东西，不是吃的，这是抹的。你四样放一起抹的，它也不好抹呀。这怎么这么有意思？我就问你，它到底能不能抹？我没说不能抹，我就是说不好抹，明白吧？不能和不好的意思。那我抹了怎么了？我抹了能得病啊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能抬杠呢？好了，哎，小西，怎么你对人品？小西，好了，听我，没有事啊，放心，交给我。哎，不是，我那海盐火山生姜洗发水呢？你要这也是四样东西，海盐火山生姜洗发水，对吧？你四样东西放一起放，你怎么用？它根本就不好用。没事，放心，交给我。不是，别客气。不是，要四样就要四样，你别一起要。关键是那个店啊，门太严实，18道大锁，对不对？你就800道锁，能怎么的？你俩拿大铁棒子给砸开不就完了吗？砸是能砸开，我们也不怕再跑一趟啊。我就说这四样东西放一起，它不好用，不好抹。我真是劝你，不是说我不愿意走啊，我就抹了能怎么了？不是抹了能抹了，是不是能？放心吧，小七，没问题，走，好了，不是，哎呀，哎，等我回来啊，拜拜啊，什么玩意儿啊？那都是借口，哦，是这么多都拿回来了，就差我那一样啊？什么玩意儿？是，哎，不，你俩要那玩意儿？真是要了四样啊！